咁咧，而家兩條都係 y 啊嘛，咁我哋首先咧就 s square 減 k 等於 s 啦，就會砌翻一條 quadratic equation。但係咧，佢話得 only one solution， 咁所以咧呢條 quadratic 個 delta 就會等於零，咁即係 b 二次減四 a c 等於零，咁就即係咧一加四 k 等於零，所以 k 咧就係負一 over 四，答案就 boy 啦。